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以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可以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Они ехали долго в ночной тишине по широкой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епи. Вдруг вдали у реки засверкали штыки. Это белогвардейские цепи. И без страха отряд поскакал на врага. Зоря зала, кровавая битва. И боец молодой вдруг поник головой. Комсомольское сердце пробито.同志，您是保尔·可查金同志吗？对，是我。可我不知道今天开的是什么会。今天我们要举行一个隆重的少先队入队仪式，市党委第一书记建议邀请您出席我们这个仪式。他还介绍说您是战斗英雄，现在又成了著名作家。等等，你等等。首先一点，我不是什么战斗英雄。再一点，我还不是作家。可查金同志，您真是太谦虚了。不是谦虚，我甚至不知道要讲什么。你能告诉我吗？讲什么都行，要不您就讲讲战斗故事吧，孩子们特别喜欢听那些个打仗的、勇敢的、充满神话色彩的英雄故事。没有什么神话色彩的故事。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我活了下来，倒像是神话。李大同志，你看。也许大炮都隐藏在林子里，要不是可查金弄到那张敌军防御图，我们可能会从伊万科沃渡河，那就中了计了。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就从这里渡河，你看这方案怎么样？从这儿？就在这里。可这儿河水最宽最深，敌人又有重兵把守，恐怕比攻伊万科沃更难吧。所以我们偏从这里渡河，给敌人一个出其不意。
怎么？那边谈，小心中榴弹。我们怎么对付他们的远程大炮呢？只要我们一下水，他们准开炮。我们得想办法让敌人的大炮调走。你看，这是这条河，这是我们团的驻地。从这里向下游走大约18公里就是伊万科沃村，对吗？我们来搞他一次假的转移。嗯，我们团主力暂时隐蔽起来，假装要从伊万科沃村渡河，在那儿先炮击他们的地雷阵，然后再派两个连冲上，造成主力部队进攻的声势，让他们把炮兵调到那里去进行防御，而真正的主力呢，就从这里渡河，就是我们现在站着的地方。就是说，那两个连要吸引敌人的全部火力。完全正确，他们要猛烈攻击，直到敌人相信那真是我们的主力，把大炮从这里调过去。明白了，那以后呢？以后干嘛总问以后呢？以后我们当然要继续进攻，可我们要考虑到攻打伊万科沃的两个连经受的敌人火力是他们自己火力的10多倍呀。当然了，这我当然知道，但是这两个连不需要胜利，他们只需要吸引敌人火力，让敌人以为红军主力确实是从那儿进攻，把炮调过去。这我明白，但我不明白的是这两个连最后会怎么样？不派这两个连，也要派另外的人去，总得有人牺牲。这就是战争，我的团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来一起唱支歌吧，来吧，来吧，来呀，来吧，来吧，政委同志，请加入我们的行列。难道说这不行吗？那好吧，你说一个办法。又要消灭彼得留拉匪军，又不损失自己一个人。我还没有办法，可您的办法我不能同意。是吗？政委同志，我牺牲掉两个连，但你没有想到其余10个连会安全渡河，而且彻底消灭彼得留拉。这保证了战争能够胜利结束。这是有些残酷，可是敌军有5000人，我们只有1500人，要想把他们彻底消灭掉，你说怎么办？如果敌人不肯相信那两个连是我们的主力部队，不把炮调过去呢？一定要让他们相信。正因为是这样，我们一定要挑选那些最忠实的战士，会在战斗中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战士。也许对战争的结果来说，这些牺牲微乎其微。不过，如果万一计划失败了，那我们的一切就全完了。您知道，团长同志，如果没有政委的签字，这个计划就不能执行。好吧，我可以签字，但有个条件。什么条件？
我和他们一起去。报告，团政委同志，可差姐按您的命令前来报道。有什么事吗？请叫我名字。为什么？军规里面是有规定的，不许直呼团政委的名字。那我就命令你叫我的名字。哦，那好吧，叫你李的同志。你把我叫到这儿来就为这个吗？还有2个小时就要出发了。这我知道。我们已经接到团长的命令，让我们连担任前锋部队，全都准备好了。看来战争就要结束了。战争要结束了，就要胜利了。哎，我说丽德同志，怎么了？难道你还对我们连有什么怀疑？你没有把握？放心，团长已经发给了我们足够的弹药。我知道。那你为什么还发愁呢？你这到底是怎么了，丽达？给你，喝吧，尝尝看，甜不甜？甜的。人们在生活中有许多东西都难以体会，常常会不经意地经历许多事情，真想认真起来，那时已经晚了。我不明白你想说什么。不明白？春天的气息，鸟的叫声，白桦枝，这甜味。你能听我说句话吗，丽达？你有的时候很严厉，有的时候你又忽然像一个中学生，就像刚才说的那些话，就像学生日记，好像有点幼稚。我原来是中学生，参加过共青团组织，当过团支部书记、宣传队长，现在又成了团政委。我已经22岁了，从来没有尝过的滋味是爱情。会的，只要等战争结束以后。我父亲也总是说，等到革命胜利以后。母亲就一直在等，可是等到战争真的结束了，一些美好的东西可能就消失了。好丽的，别这么说，美好的东西是不会消失的。等战争结束，你会过上美好的生活的，我们都会好的，真的，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好起来，永远过着美好幸福的日子。
让我们增援来了。太好了，热气，太好了。小心，我们冲上去，你们来掩护。行，你们准备好了，我们就冲了。行啊，冲啊！哇！时间到了，进攻！普捷列夫斯基团长下了命令。这个时候，听到团长一声令下，1500多名骑兵挥刀向河岸边冲去。那地方已经没有任何危险了，战士们一下子冲进了冰冷的河里，顺利的渡河，发起了全线进攻。
不到一个星期就把河对岸的彼得流浪匪帮打得稀里哗啦，全军覆没。就这样，我们打开了通往基辅的道路，解放了基辅。止血钳，消毒棉，止血钳，脉搏停止了，死了。嗯，太可惜了。他叫什么名字？鲍尔克查金是共青团员，团长号码967，还有张红军战士证，这是一张荣誉证书，表彰他胜利完成侦察任务。这儿还有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万一我在战斗中光荣的牺牲了，请按这个地址通知我家属，舍佩多夫卡机车修理厂火车司机阿尔焦姆克查金。哦，你呢，弗拉基米诺夫呢？快点，有脉搏了，已经有了。消毒棉，这简直是奇迹，我真不明白。看来这个小伙子的生命力相当顽强，注意监护。止血钳，没事儿，巴夫卡，没事儿，我会守着你的，我会好好照顾你，你会好起来的。伤势很严重啊，弹片穿透了脑颅，整个右脑失去了工作机能，更糟糕的是右眼溢血。那按照您的意见，我们该采取什么措施呢？为了避免情况恶化，我认为必须要摘除眼球。我想暂时还没这个必要，他眼睛还有希望消肿，急忙摘除他的眼球，这太残酷了。你太感情用事了，妮娜，我们做医生的要尽量理智一点。也许吧，可他如果活下来，为什么要让他少一只眼睛呢？啊，姑娘，27号病房在哪儿？你能告诉我吗？你找谁呀？
我找博尔可差劲，你还不能见他。哎，同志，请等一下，我，您是他什么人？啊，我是他前线的同志战友。我叫丽达。丽达，谁让您进来的？病人可差劲，现在是重病号。啊，姑娘，我就看他一眼。没有必要，他现在还昏迷不醒。还昏迷不醒？他已经来这儿24天了。我坦白的跟您说吧，丽达同志，可差劲的伤势现在非常严重，谁也不会让你去见他的。我从很远的地方赶来，从基辅来，现在坐上火车非常难，我整整坐了一夜火车才到这儿，回去的车2个小时以后就开。让我进去吧，我只看他一眼，求你了，答应我吧。好吧，就1分钟，反正他看不见也听不见。来吧。谢谢。就算好了也是个残废，伤脊椎骨和脑髓，可能会瘫痪，会失明。不会，你不知道他有多坚强。是的，他会好的，他一定会好起来的，他会好的。再见吧，李德同志。再见。可差劲醒过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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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这是怎么回事？可差劲醒过来了！是我。怎么样？醒了。可差劲，你感觉怎么样？丽达。我们顶住了，门，我们坚持住了，太好了。保尔，战争结束了，我们胜利了。你是谁啊？杜巴瓦。西列达在哪儿？还在前线继续消灭比利留拉的残留分子。太好了。脉搏80，弗罗夏，他体温多少？38度。退下来了，说明炎症在消下去。丽达，丽达，
你在哪儿啊，丽达？你在哪儿？宝儿，我在这儿呢。你的手，多温暖呐！丽达，我的眼睛怎么了？你的眼睛没事儿。你说过，记得吗？那次在树林，你还记得吗？我们俩躺在草地上望着天空。我记得。二舅母在哪儿？还在舍贝多夫卡。丽达，你还记得吗？我们两个一起去舍贝多夫卡。记得。还有二舅母，你哥哥他现在生活得非常好。啊，那就好。他总是保护你，不让别人欺负你。你怎么在哭？没有，我没有哭。你向哪儿去了？我会死吗？别胡说，你会好的，真的，你会好起来的。你不要离开我，我近点儿。只要能够和你一起，我就非常想，非常想活下去。我会守在你身边。这就好，这就好。水，我就去拿，给你水喝吧。真甜，丽达，真甜。记得我说过，打完了仗，等战争完全结束以后，我们会过上好日子。我痊愈的一天终于到来了。妮娜医生给我摘下了眼睛上的纱布，同时她交给我厚厚的一沓信和弗洛夏留下的一张纸条。我记得那张纸条上写着：我亲爱的宝儿，我非常敬佩你对丽达的爱情，我又非常想自己能够代替他的位置，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理解并且原谅我对你所做的一切。我假扮成了他，我按照他的来信内容和你谈话，又按照你的话代替你给他写了回信。我想我是有权利这样做的。你过去救过我的命，而现在你身上又流着我的血，因为我们俩血型相同，我为你输了血。请不要生我的气，并祝你幸福，弗洛夏。就是在那一天，我受伤后第一次睁开眼睛，
看见世界的那一天，弗洛夏坐上了军队的火车，出发到前线去了。你好，请问丽达同志住哪儿？在那儿。谢谢啊。是啊，丽达。对，宝儿。鲍尔，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你好，我叫达维德。这是鲍尔克查金。我是想来，我想，我先走了。小伙子，你看着点，丢了魂似的，连张会不打。鲍尔，让开！见鬼，今天怎么了？你可是跟丢了魂似的，少见。我们每个公民都有责任有义务保卫自己的国家，保卫苏维埃政权。我们要极力镇压一切破坏生产和交通的活动，以确保铁路运输的正常运行。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杜绝一切破坏活动的发生。哪儿发的命令？基辅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谁呀？朱赫莱。让我进去。哎，你干嘛？让我进去。好，不能进去。我找朱赫莱。你不能进去。我找。怎么回事？没事，你出去吧。鲍尔，鲍尔，鲍尔怎么了？没什么，受过伤，来坐下。巴夫卡，巴夫卡，太好了，巴夫卡，你还活着，巴夫卡，活下来了，终于打完仗了，打完了。那今后干什么呢？还不知道。带什么证件了吗？带了。老天哪，伤得不轻啊。巴夫卡，巴夫卡，这个侦察立功奖状真不错，正合适，留在我们奇卡干吧。真的要我了？去后勤部领武器、服装和粮票，然后回到我这儿来跟我们一起工作吧。太好了。好，就这样。谢谢你，朱赫莱。谢谢你了。下一个。Thank you.
Небе ясно.